大家好，我是李文腾医师，这次要跟大家分享超像科技最新的手持式超音波 LK128 系列。相信有跟过 Dr. 小绿频道的观众都知道，版主向来积极推广医用超音波教学，借此鼓励新进医师在临床工作上多加使用超音波作为诊疗工具。对于一个肾脏科医师而言，快速建立通畅的血管通路，在急重症透析领域就显得相当重要。由于医用超音波本身是非侵入性也非辐射性，版主经常透过超音波的辅助下，安全地完成双腔静脉导管置放术，也就是 double lumen catheter insertion。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大幅减少因盲打的缘故引起气胸或局部血肿并发症等情形，并大大地提升血管通路顺畅的几率。版主从创立频道至今，其中一个要感谢事情，就是超像科技的研发团队对版主的技术合作支持。他们的医用超音波产品，版主从两年多前使用的700和710系列，无论是 LeoTech 跨平台软硬体整合，还是电池续航力，都让版主相当满意。光是版主上手这一台710平面探头，至今也默默地陪着我的住院医师生涯，先后经历了超过1300支以上的中央静脉导管管路施打，帮助版主在这项技术上得以炉火纯青，更陪伴版主走过疫情时代，亲身见证了医疗设备的可进性与相容性，突破原有的医疗设备的硬体限制，让手上的智慧型装置都能体会到超像科技的魅力与便利。版主现在手上这款手持式超音波，正是超像科技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即将上市的 LK128 系列。很明显，我们可以从 LK128 系列的外盒看出，新款探头依然保有原本超像科技的 logo， 外形方面可以感受到更加的精致洗练，且外观颜色整体上更为一致地呈现白色系。原本之前700和710系列其探头端的黑色设计，到的 LK128 系列也一并改成白色，整体外观看起来也更加的完整。 LK128 系列不仅具备了700和710系列易用实惠的精神，且更加的轻巧优雅并方便使用。当版主第一时间拿到 LK128 系列，真的能立即感受到它无论在手中的握感，还是白袍或工作服口袋中的置放，都能完美契合于自身的日常临床工作情境中。过往的700和710系列因为体积较大的缘故，放在白袍或工作服中，口袋不免地会凸出来，走起路来感觉到会有一点点卡住。 LK128 系列很明显就没那个困扰了，可以非常放心地放口袋，随身去查房都不会显得突兀，用起来也就更加的顺手。除了体积轻量化便于口袋置放的优点，温度调控和电池续航的平衡也是这次让版主感到惊艳的地方。之前700和710系列的电池续航力，版主已经觉得相当够用，过往也没遇过电力不足导致临床工作排程被迫调整的问题。然而就温度这一块就真的不一样了，版主过往使用超音波进行管路置放时，也会顺带使用无菌套包覆探头作为无菌技术的一环，然而无菌套也会直接影响到原本700和710系列的出风口，进而导致使用后的温度较高，就体感方面多少会觉得有一点热。而这一次 LK 的128系列，超像科技针对过往产品特性，持续精进内部设计并强化架构整合，实际使用看起来最多也只会感到温手而已，哪怕是贴在脸颊上都照样觉得很舒服。版主第一时间也很难想象，这系列竟然可以做到无风扇与 IP67 等级的防水设计，温度表现上竟然也跟着进步，也是版主觉得很棒的改进之一。另外LK128 系列的名称原意就是128切的超音波解析能力，能显著提高即时超音波影像的解析度。受益于强大的软硬体整合， LK128 系列更高的能源效率，使得它看似体积缩小解像能力增强的同时，实则具备超过两小时的电池续航， USB Type-C 快速充电技术也符合当今智慧型装置的界面需求，进一步确保装置在任何医疗环境中都能大展身手。版主实际上用 LK128 系列来进行现场教学，长达2个多小时的过程中无需中途充电，
且操作示范期间无任何卡顿的问题发生。LK128 系列的另一大特色是持续创新改进的应用程式 LayerTech， 这一点跟之前的700和710系列都是一脉相承的。LayerTech 应用程式支持 Android、iOS 跟 Windows， 且无需额外费用。换言之，哪天就算真的忘记携带平板，只要你的手机有下载安装 LayerTech， 并完成探头的配对，就能立即且充分地完整体验到超像科技医用手持超音波的魅力。第一次进入到 LayerTech 的应用程式，你可以发现到主选单有探头形状的选项，只要透过平板或手机的镜头扫描到探头上对应的序号 QR Code， 即可完成配对并开始使用。另外，针对不同部位的使用情境， LayerTech 应用程式也提供优化的选项，包含一般腹部设定、肥胖腹部特殊设定、血管内部设定、心脏设定、肾脏设定、甲状腺设定、妇科设定、泌尿系统设定等等。过往在不同器官组织下的超音波设定，即使是经验老道的操作者，转换设置往往一样没有那样顺手。一键搞定的预设切换，对于 eFast 这类急重症多部位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也相当便利。受益于人工智慧的演进，使 LK128 系列的功能在 LayerTech 整合下，其自动测量工具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常用的超音波测量项目，像是尿液膀胱容积、左心室射出分率 LVEF， 以及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也就是 CIMT， 在 LayerTech 应用程式下都可以自动帮你计算出来。自动计算的辅助功能有助于新手操作时可以更专注在找寻合适的影像，减少同步操作测量时引起的分心，以及不同操作者之间因为量测手法差异所造成的误差，大大地提升了医师的临床效率和成果的准确性，也让 LK128 系列变得更加好用。讲到最后，这款 LK128 系列究竟值不值得升级呢？如果你从未拥有过任何一台手持式超音波，无论是你想尝鲜体验医用超音波，还是临床工作上的即时诊疗需求，版主都真心推荐你可以拥有它，成为开启你行动看诊学习的一扇窗。如果你已经拥有超像科技的700和710系列或其他厂牌的手持超音波，版主也很鼓励你跟 LK128 系列进行比较，在使用体验与临床效益之间做出合适的选择。当然，你如果预算充足，想要梭哈每一只手持超音波，版主当然也表示欢迎啦。听巧好掌握，影像更清晰，软体更人性，这就是全新128系列。现在就让超像科技手持式超音波，让你从无限看见无限。